现在讲他们进入到了宋 Plus DMI 它的内部，进来之后会感觉它整个的调性和质感是有的，体现在什么地方咱们一点一点来看。同样是它的低点线条，线条横向延伸的，然后加搭配中间这一块高亮的饰板，整个感觉看起来非常的时尚。另外像它这一块都是有这种软质的皮质层包裹，上面还有这种橙色的缝线，看起来就比较年轻。这一块的面板呢是这种灰色的，像钢灰色的，上面的这种质感，看这些纹路看起来都是相当不错的。这一块也是高亮的面板，自己看它这个挡板里面还有这种小小的纹路，是有设计感在的。中控屏同样是旋转式的这种中控屏啊，它后背这里的话不能这样看，这角度看着就有点丑了。嗯，这个就是在故意挑刺儿，我就是在。然后这个地方看它仪表盘，它的这个整个这里延伸出来是为了遮挡一下它的光，然后为了让你看得更清楚一点。方向盘的手感是不错的，三辐式的方向盘，空调出风口是这种竖向的一个小梯形的一个感觉，颜色搭配也比较的舒服。年轻人是会喜欢的这一款，我觉得年轻人的接受度相当高。